可慈祥了，家人们，阿婆阿妈可慈祥了。上一次去他们彝族过年，对，那个时候是去年了，过年的时候啊，他的阿婆好慈祥呀，我真的就是他的长相就是那种我想象中的那种爷爷的样子，因为我从小是没有爷爷的嘛，好慈祥的阿婆，真的真的真的是不是那种标准型那种爷爷的样子，嗯，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样子。你哎，那叶总可以穿那种衣服吗？可以穿呀。天菩萨是要分那种人戴的，还是任何人都可以戴？啊，我觉得的叶总不戴那个，为什么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不觉得啊，我觉得挺庄重的，挺神圣的，就感觉好像那种德高望重的人才是不是才可以戴那种天菩萨呀？就是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我真不知道，我知道我肯定说，嗯，他戴哪种呢？那种头巾是不是？他是不是戴头巾啊，叶总？别笑呀，我不懂呀，了解一下你们民族的文化嘛。就是买一张这种洗脸的那种毛巾，然后裹把头给裹的，真的哦，海拔太高了，然后怕晒到头皮，真的哦，真的，你想想，你在骗我吗？真的假的呀？你想想一首吗？好像那个呀，黄土高坡。哎，你们才能玩，你们那个是啥子？说是贵阳话才说好不好？你这人瞧不起俺们钱吗？今年骗我的家人们，我还以为他骗你，什么时候学会骗人了？逗你啊，你一直好奇，我就逗你一下。真的吗？我跟你说，真的喜欢，真的不算嫂子，有些狠得来，你看刚刚喊我给刘哥买这个衣服，毛巾胖。电灯泡，我一个人，他怎么可能是电灯泡呢？是不是我不能这样说我的朋友啊，这样会伤心的。那如果我天天只能和叶总一起的话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天天只能和叶总连在一起的话，叶总没有自由了，他要做事业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肯定还是要有自己的朋友，然后我和朋友一起，每个朋友都是电灯泡的话，那我以后没朋友了怎么办？本来在乐山就没有亲人，一起吃饭，一起逛街，一起说话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支持的家人们打个支持，正是喜欢的姐姐和阿姨应该都理解，对不对？我在这儿直播，人家在我旁边，那朋友两个女孩子一起逛街，对不对？然后都不要一起逛街的话，那我这样的话，别人看到我的评论区，哇，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，会伤别人心的。这么多人支持，谢谢啊，感谢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。没有，我以为是别吼我。谢谢啊，感谢姐姐和阿姨们。吃不吃东西？我请你。我不吃，你吃不吃？都吃饱了，我也饱。我们两个。喝水，你喝口水，我不要，喝你水。不要不要。我们两个就是很难得一起出来逛个街，今天逛街走，我手机没电了。不是你咋个从来没忘记走？怎么？哦，我白了。我看看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前是轮轮儿，中山了。我晓得，就是前是轮儿走。现在好哦，周末。好搞笑，没有。家人们，我们在外面会不会很吵呀？会不会太吵了？旁边是吵架吗？没有，这外面别人说话，我不可能让别人不能说话吗？走吧。要不要？我不要。蛋包洋芋，这个肯定好吃。蛋包洋芋，你吃得下吗？吃不下。下一次来吃吧。在哪里？我们去给叶总看礼物。这里进去吗？能进去吗？可以。哦，这里不可以。不吵呀。吵的话就。要不要进去？走吗？我待会儿看给你找一个那个。我先去看一下。
看的，很热闹。来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跑来看我所拍的地方，我们好忙的。我常回来拍你。很佳吗？我今天很憔悴啊。他心情不好，装就是专一没化，然后就那种。家人们陪我一起选礼物啊！对，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。哦，不对，对对，你不说我都完了。去看看衣服。可以帮我扫一个吗？我没电了，怕关机了。洗手间可以扫一个。洗手间哪里？洗手间的门口。哇。我在街上拿着手机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嘿，哪个地方？这里啊。人咯。对，我又想和你们聊天，我又不好意思，我拿着手机，别人都盯着我。礼物买这个好贵，80分钟啥个去？你不晓得楼盘，弄个为我是这个，好不得什么？这个吗？哦，平头的。商场这么晚了还不打烊，乐山的话挺热闹的。哦，要不我去给他买衣服嘛？我们去看一下。好。哎，那儿有几家男装店。有几个你看去哪里哈、我男装完了，我们两个女孩子买男装的话怎么试呢？要不你穿给我看。哇，你这好好的脚你穿。我穿这个，哎，这个品牌也，哎，你看鞋子呢，他最近刚好就是。要不要我帮你举手机？不用谢谢，待会儿来。要不要我帮你举手机？不用。哎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哦，之前叶总给我买旗袍，家人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？旗袍，我从来没有在街上拿着手机。我给你拿呀，不，没事，走反了。我晓得。我拿了，我拿了。都翻了，啥意思？女装哦，男装。看看男装店。眼镜也可以，买一双皮鞋不吗？皮鞋啊，你聊到，说说看，百丽这个是，百丽是不是我们25号？哎，有百丽，这个品牌百丽，我们25号也有。我们看一下男士的。哦喂，我们想怎么看上同对，可以。1000多，这个鞋看到没有？皮鞋，甩尖子皮鞋。你喜欢男孩子穿哪种？哎，这个还可以，这种就比较那个，就没那么商务。不是很尖的，我觉得不好看，你觉得呢？你说要尖的好看？不是，不尖的，就这种。啊，这双多少钱啊？哇塞！要白色的鞋呀、啊？会，他喜欢穿休闲的。他也滑手嘛。这个你问问家人们好不好看？啊？哎，这个好看吗，家人们？我们25号就有这，也有这家店，百丽女鞋，百丽。女鞋，对，它也有部分男鞋，这个品牌，这个品牌很响亮的，你知道吗？他都不买那个，他是搞网红，这种没听懂。吃饭要比较吃。好，马上，因为我们主要是跟他的老公搞男朋友嘛，我们不要得买老长，我们商量了。哦，你搞网红，这种鞋子很休闲的。走，我们再逛一下嘛。我待会儿过来，完了之后又他俩来，他俩对，
百丽就是浙江，我们到时候25号有，25号直播那天也会有的啊。怎么开预预约在左下角家门？对，找不到直接点左下角就可以了。这个百丽品牌可以啊。对，25号也有百丽啊，你们可以点预约，生日预约，6月25号家门左下角预约。人家说的就是，一般那种有点牌面的商场里面都有这个品牌入驻。百丽。上次给你买的那鞋就是百丽的，嗯，这双高跟鞋。哦。都花了我1000大洋。就你给我买的那个求婚的时候，有点瘦哦。买衣服，对，它不分香水的。期待，期待，太难了。杰克琼斯，哪个？牙膏儿、杰克琼斯都还可以，男装品牌吗？它这个呢，就属于轻奢都算不上，就是那种大众品男装品牌。但是如果说叶总的那个调子的话，他可能穿这种品牌衣服呢，他又觉得这个可以吗，家人们？雅各儿，你不是说不知道 Polo 算是什么吗？我跟你说一下。这个是 Polo 衫吗？有个翻领的这种就是 Polo 衫。Polo 衫。就是我知道有一个领子的那种嘛，汉尼拉姑穿欧度嘛，那种茶手穿的欧度，可贵了，你们衣服几千块钱一件。我跟你说，你别看他那一件短袖，一件得几千。欧度啊，你买一件给叶总。这好花呀，打手穿的，真的好花呀。生日不送鞋啊？为什么呢？有什么寓意吗？哎，这个小朋友的脚，脚都露出来了。啊，嗯。哦，到广了嘞。感觉有点，咋子了？啊？好噻。人家没得穿。有。疯了，有哦。没得刚才的脚在底下，就是这样子拖起，然后就说脚在底下拐的了。他有一只脚没得穿的。你没看到个怪？那我可能没看到。回家吧。是的。你看到了个？看出来了。我的嘴巴太大了，真的呀，我的，哎呀，家人们，我这不知道买什么呀。看没有 ，Polo 哇，这里面的很多就是这个像这个品牌运动的鞋一样，有一点要去，就买鞋不吉利啊，我不知道，不好意思啊，家人们。我就觉得，鞋很实用嘛，鞋很实用，然后我就那个，所以就想给他看一下鞋。汪威，买手串，哎呀，怎么预约？